任的投手啊，当然第一任呢潘俊龙是没有解决掉任何一位打者就下去了，就投了四个保送，控球不稳造成了伤害，前面两个大局就打七分，后面呢就是三局开始，其实两边呢是2-2的攻势。这个球捞起来打到的是中左外野方向的飞球，后退后退后退，这个球出去了，吼，敲出了全垒打 Two run home run， 王胜伟在那边开轰啊！哇，在八局的下半啊，这个球啊是直接啊夯出了全垒打墙，王胜伟在这场比赛呢也成为兄弟相对这边呢、啊、最佳全垒打的球员了、啊。这边这一棒啊是要帮助球队呢直接啊是把比分呢、啊、推到了两位数，个人本季的第四轰。这支全垒打呢是 two run home run， 把雷湘德的队友呢打回来，11-2。所以今天兄弟俩真的是打击大爆发。那以这颗球来看的话，原则上击球点也就掌握得还不错了。那当然最后会飞成全垒打，当然多多少少还是有受到一点风势的影响。因为刚刚在王胜伟打出那颗球的过程当中哦，刚好看到这种旗子哦，它是有一点往中外野方向在做吹。我而且在第一下有。